颜值和夜拍兼具。 OPPO Reno 4系列或为下一步 Valve 神器。不知不觉， OPPO 的 Reno 系列已经更新到第四代了。这一次 Reno 4系列的亮点依旧延续了 Reno 系列主打的颜值和视频拍摄，但 OPPO 并不满足于这一效果，在全新的 OPPO Reno 4系列上带来了更为稳定的软件算法以及防抖硬件配置，让 Reno 4系列无论是正常模式还是超广角长焦视频拍摄，都能享受到一个更为稳定不抖的画面体验。同时 OPPO Reno 4系列依旧延续了 Reno 3系列的轻薄设计，机身厚度仅为 7.6 毫米，重量为172克。在机身背部的工艺上， OPPO 也是下了不少功夫。 OPPO Reno 4 Pro 的后盖采用了全新的 Reno Glow 金钻工艺。综合来看， OPPO Reno 4系列确实是延续了 Reno 系列的优点，并进行了优化与升级，视频拍摄体验更加出色，有望成为下一部 Valve 神器。